范文慧，大家早。那么，请先推举一位委员担任今天会议的这个临时主席，请委员推选。我们有委员推推推。好，有我们委员有推举陈英委员担任今天临时主席，请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是不是请陈委员？投票选召委员，所以像发票员、唱票员，这个都是请委员来兼任担任，但是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处理，他们在做。好，对，等一下，对，要照顺序，从这个顺序开始，从第二开始，对，照这个念就可以了。然后对，这边有一个就是今天用选举的时候，今天再问一下，好像打上这个也是一件。报告委员会，现在我们出席委员已经到达这个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为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人事处提报，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依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二人。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刘委员建国，二号林委员淑芬，三号杨委员耀，四号陈委员莹，五号黄委员秀芳，六号陈委员曼丽，七号吴委员坤玉，八号林委员静怡，九号吴委员玉琴，十号钟委员孔照，十一号王委员玉敏，十二号李委员燕秀，十三号蒋委员万安，十四号陈委员宜民，十五号洪委员慈庸。宣读完毕。好，现在报告事项，请各位委员参考书面资料。那现在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本委员会召集委员。本会期参加本会委员共十五位，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两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在这边要请教列席的各位委员，我们本日的召集委员要以选举的方式或者推选的方式产生。好，那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好，好，那我们现在请在场的委员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跟监票员各一人。名义上要自己服务这样子。好，好了，因为那我就好，其实这个大家不用伤脑筋，那个实际我们选务工作就由委员会工作人员协助。好，好，那我们。还是要推一个名义上，因为等一下 sign。这样子好，那还是请大家互推一个名义上的。好，
等一下。那我们就请吴雨晴委员。好。在监票员，主要是监票员这里要死掉的。好，那我们就推举吴雨晴委员当监票员，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谢谢。那现在请发票员及监票员就位。我们投票截止时间是上午12点整。如果本会全体委员提前投票完毕，那我们就提早开票。现在开始投票。我们把那个票箱打开来一下哈，确认里面是空的。
我们做。无疫情因为已经宣告了，所以。没有，我补充，我补充宣告哈，我们请林静怡委员担任发票员哈，然后我们请这个钟孔绍委员担任唱票员，以及林淑芬委员为计票员，好，谢谢。
好，本会全体委员哦都已经投票完毕，现在开始开票，请唱票员、计票员跟监票员就位。没关系，好，可以可以。好，我们现在报告选举结果。出席委员15人，发出的票数总共15张，有效票数15张，无效票数0张。各委员得票如得票数如下：陈颖委员6票，吴玉琴委员5票，陈怡明委员4票。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8条规定，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票选行之时，以得票数较多者
依次当选，票数相同者抽签定之。我们宣告，在这边宣告哈，召集委员当选人名单及票数：陈英委员六票，吴玉琴委员五票，当选为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召集委员。请当选的两位委员留下来，举行召委委员会议。今日会议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散会。